碰我来干嘞？碰我来个是啥？唉，我碰我来都唔肯无，我气到咁要吐血啊！碰我来也是唔肯才受阿总，有嘴讲甲无烂哦，啊都唔听我的话啦！我看哦，伊是要逼我去死的啦！我是早够歹命的啦，那想讲哦，看下当安尼好好啊过一下日子的无啦，我看这啥无望啊啦！碰我来啊，碰我来安尼一定有伊的想法啦，你莫奇怪伊啊，碰我来。 啊，阮阿爸嘛赞成你甲阿总的代志啊，你是要顾虑啥？江庆义，互我一寡时间空余啊，从庆我的心态啊，啊，我从细汉到大汉，阿无甲我甲约过啊，啊，即摆雄雄姐甲某对我遐尔好，我就会嘛紧张，嘛惊啊。处理感情的代志，较细腻的是无毋对啦。要毋过恁若有好的对象，嘛爱好我爸阿爸。碰碰伊啊，嗯。 恁碰粉的安尼处理感情的态度是正确的啦。虽然讲伊知影阿总对伊是真心诚意的，啊，不过伊嘛了解婚姻啊，毋是咧关生笑啊。所以吼，伊即摆毋才想讲要调整伊家己的心态，啊，你慢慢一直变。我若无变伊哦，即个婚姻就另结啊啦。三观两处哦，咱就拒绝阿总啦。到时阵阿总若切死，嘛就害了你啊。啊，啥物啊，悠悠啊！阿总毋知大船你今日讲啊，到半站沉落去，啊，你食你你，我就啥物话啊？ 你早归啊你啊，家己要变叫了无啦，我要你气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姐姐啊，哦，嗯，我歹命啊，哎呀，我歹命啊，无好诶，一个人住啦，你安尼哦，搞死搞了呢，即摆我看到你来咯，真紧张，你知无？ 我无想要活啦，恁到有拢了无？一罐酒无？咱恁门料啊，规大堆啦，爱偌济家己去搬哈。啊，若种代志哦，毋免经过我同意咧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要自杀呢。哈？你要自杀哦？安尼无咧，阮兜哦，赶紧找一个空地啊，嘿。熊仔，你讲啥？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做你讲啦！啊，今仔日啦。 阿总哦，去美容院找阮碰阮的啦，啊，讲要送伊转去啦。难怪恁遐生意的咧，我怪恁遐体贴的。结果阮碰阮的共拒绝啦。啊，我搁阿讲哦，伊搁唔听我的话啦。我着想讲哦，乌龟哦，这是阮农药哦，当场哦就要碰阮的面头前，你无看啦，看伊哦，听我的话袂？哎，你嘛咧在创崩啦，你若真是安尼做，啊，那阿总会烦恼呢。我都讲你若有一天真是做业场嘛，会少歹风胎。 无得讲哦，因为你安尼，人谁毋敢追求恁碰阮的？啊，那安尼你毋是愈凄惨？哟，你假死梦中人，哇，足啊，好佳哉吼，你甲我讲，要若无吼，至少破功去啊。少啊，免遐尼低薄啦，迄若祸害是一千年啦。要看你安尼干怎就出起来？阿姐，我来甲你请安啦。哟，阿妹啊，食饱未啊？ 阿妹嘞，是吧？啊，歹势哦，来甲恁交了。袂啦，欸，迄落灶脚阁放菜啦，啊无，我等下腾腾的走，你食嘿。我较一个朋友做伙来啊。哈，迄落啥问题啦？碰碰，去斗住。等下哦，迄落串一个食一个水果的啦。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啥啊？我哪捌看。这是我桥脚熟识的马子的啦，伊叫做阿慧，人袂歹呢。阿慧啊！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啦，请你来，来来来，去请你来啊！你拍摄你来啊？大是咧拍摄啊！走来啊，去请你来啦！哦，来，我请你来啊！姐，麻烦你出来处理，这我无法度。好，你大哥等你难讲啊，这么简单代志你也无法度处理，我来啦！好，塞。 我看这件代志，也是你啊，亲亲出面啦。恁两个就讲嫁了呢，小可值一万美好。处理。处理。老姐，你好。老太太，我听阮大家讲，你今仔去找找我，毋知有啥物代志？啊，无啥代志啦。 啊，我着拄好为恁门口经过，想讲要入去找你，啊，拄好你无伫个，
唔得，甲恁大家开讲。哦，咁安尼，你敢毋是想要去问我甲恁有春过去的代志？阿叔毋知影讲，为着你甲我讲，阮有春的较早甲你放杀过。你想啦，这款代志，我这个做母囝，敢能放我无？其实哦，恁有春的已经有去找我，去甲我量过。啊，恁有春的是甲你量安怎？伊讲我无应该伫咧你面头前遐查天花刀啊，无影无一只的代志讲甲规大摊。那安尼，阮有剩的甲你放下代志，无无影？无影。啊，若要讲较好听吼，是伊甲我、甲我过星期迄个红色富贵啊，硬杀做对的。那安尼，阮后生伫甲我讲，有一摆你生日，啊，阮有剩的甲你灌酒醉。阿妈甲富贵啊灌酒醉，啊，互恁第一日写过一案，这嘛真实嘞，真实嘞。这所谓一切，拢是恁有春的一手设计，唔是我自愿。所以我头一摆甲你见面的时阵，讲话有较点。啊，那你听起来，你是无介意恁富贵啊？我嘛唔是讲无介意阮富贵啊，只不过当初时，我心内还佫有另外介意的人。啊！你的意思是讲，阮有春的，甲你、甲你心爱的人拆散。啊！你心爱的人是甚物人啊？迄个人就是即摆逐天困伫你身躯边的人。你是讲阮有春的哦？无毋对。迄当阵，阮富贵的吼，就较无喙水，也袂晓外交。啊！恁有春的哦，就较够画山画水，较有找囡仔缘，所以我较介意伊啦。所以，你对阮有春的这点恨，三十几年来拢放袂落啊！你今仔去阮家，就是专工要问这件代志。即马我已经清清楚楚讲予你了解啊。假使讲你若有啥物无了解，你随时拢会用来找我，我会清清楚楚交代予你知影。啊，既然即马代志拢讲出来啊，是毋是都爱准拄数啊？话讲出来，心肝头是较清啦，啊人嘛较轻松。啊，我进前听阮有春的伫咧讲，讲海钓场钓的鱼啊，你拢把恁冻起来，啊无真实嘞。啊，讲我冻起来，安尼是较歹听啦。只不过是讲，啊遐鱼啊主拢甲我同行，阁是好朋友。我只不过是甲我过去的代志讲互因听，啊因就感觉我足可怜的，因要听我。啊，只不过是安尼尔啦。啊，无我阁有代志，我先走。啊，干嘛阁坐一下？唔免啦，我阁有代志。会记得哦，假使讲你若有啥物无清楚的，叫你敲电话给我，我一定会清清楚楚讲予你了解。啊，先失礼。进前天上甲我讲遐话，毛拢无骗我。啊，那安尼，就是我误会阮有春的啊。奶奶，我起来了。哎呦，萱萱，啊，你困醒哦？啊，安尼无头衫，去关掉。来，奶奶来给你头一衫吼。来。哎呀，我门口定定拢无人啊！爸，爸，门口定无人。根本是母啊，搁带萱萱出去啊！哟，哎，啊那安尼吼，咱拄只伫巷仔头遐有看到迄阿美啊，开伊台面路会走的时，啊就代表讲阿美啊来遮找恁老母，结果恁阿母无伫个，啊恁两个拄无着啊！吼，啊你好加载啦，加载阿美等吼无拄着母啊啦，啊若无伊搁甲母啊注射落吼，我看你的日子吼会过甲比即马较歹过哦。哦，想袂到讲即块阿美啊吼，迄秘书敢那阴魂不散的呢。我都有去因家叫讲，袂用过来甲恁老母安尼，拄遐伫遐查天花刀哦。啊，伊奈过来啦，真正有够热闹呢。爸，可见迄个阿美蛋啊，对你吼是恨你入骨喽。萱萱，你爸讲爷爷回来了。爷爷回来了。哎呦，有春的啊！啊，你去海钓场啊，穿甲安尼薄哩丝啦，安尼敢袂寒哦？我来去遐穿啊外套给你穿哈。爸。母安笑眯眯的，态度拢真变呢，敢毋是伊受了刺激，啊
啊，受了伤严重哦，强强含怪也同款。你莫多黑白讲啦，可能是吼阿美啊头拄来吼，有拄到恁老母，啊将过去的代志哦，拢事实甲恁老母讲，啊恁老母听听已经了解啊，所以才阁恢复到较早伊咧温柔的个性。老母见啦吼，咱明早暗吼，要来头一下外套，才来去寒着。哦，我啊，哦，我尔啊坐甲吼，全冷起来呢。啊，你嘛去甲我遐坐遐油啊。坐到遐尼大汉啊，若寒哦，家己入去遐衫穿。差遐多，惊爸寒落去甲遐衫啊甲满咧。啊，我咧寒，你落安尼叫我家己入去遐。我按一个尔呢，煞免顾遐。啊，我是你的心肝仔嘞！我囝有两个啦，肝哦，随人顾随人个啦。哎，是阮母啊！啊，拄则吼，阮看阿美当吼开个面子车离开啦，啊，伊来找你开讲哟。嘿啊，啊，伊就来讲吼，伊甲恁爸过去温暖，让我听。啊，伊甲你讲迄段故事，是毋是含爸甲我讲，啊，我讲互你听迄段同款同款？大部分拢同款啦，有一点点啊无同啦。啊，是倒一点无同。哦，伊讲哦，恁爸哦，足够画山画水的啦。我伫咧想哦，还袂到我结婚之前，毋知画偌济查某囡啦。妈妈姐姐。好啦，我食饱呢。啊！你吃呢？唉，这几天啊，啊为着海钓场哦，啊钓无鱼啊，通让人客钓，我是安尼话要烦死，我吃袂落啊，我要先来海钓场啊。好啦，爸，啊你穿甲你玻璃鞋啊，你嘛爱踏较高嘞。无要紧啊，海钓场哦，我脚也是外套哦，足济等你起来啦。爸去吃早餐啦。妈吼，为了海钓场这摆钓无鱼的代志吼，你烦恼甲吃袂落。啊，你是讲恁爸无吃早餐，啊，就去海钓场哦？嘿啊，啊，就是为了讲吼，海钓场迄鱼啊啦，迄鱼主吼要送鱼啊来，拢叫阿美当阿动的代志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听迄阿美阿弟甲我讲呢，讲迄鱼主吼，唔是伊甲动鱼啊呢，是迄个鱼主吼，大家要听阿美啊，才买鱼也袂难啊。是安尼哦，哎，是恐怖啊！迄、那个阿美当甲你哦，偏偏拢是走人啊！啊，你两个讲较有话啊！啊，无吼，你去拜托迄个阿美当啊，拜托伊出面吼，去甲遐鱼仔主讲吼，叫鱼仔袂难啊。天上啊，恁爸恁妈我讲，啊，你不要跟我讲，唔管是毋是这个阿美啊哦，动咱的鱼货啦，伊的意思爱咱直接甲买鱼仔啦。安尼哦，我直接来去找阿美啊，叫鱼仔袂难就好啊。安尼好哦。咱家迄个阿美当也买鱼啊，安尼以后吼，咱海钓场就有鱼啊吼，互人客钓啊。我即马随时来敲电话。无啦，母啊，这个代志遐尼重要嘞，袂使敲电话啦。你啊，亲身去阿美当因遐吼，安尼较慎重哦，较有礼貌啦。好好好，啊无我半个时间再来因兜一转。阮爸若知影讲哦，这件代志吼，因囝甲处理甲遐尼好势吼，一定会甲我儿子讲哦，我足有效的。有效八摆，这办法是我想的呢。我即马要讲一句话，你听看卖有道理无？董事长，你讲的话谁敢讲无道理？你耶，你想要搞我吐槽的？我即马要来讨论这阿忠甲碰粉的代志啦。我若当有讲唔对吼，你就先搞我吐，哈？董事长，你敢袂生气？嗯，这是关系到碰粉啊，甲我的客家聪明一心一意的代志呢。我当然嘛爱听大家的意见啊，我袂生气啊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即摆哦是民主时代哦，啊听起哦较侪也无同款的声音，啊咱先哦再进步啦吼。天哪天哪！经过我的观察咧，这阿忠因兜哦虽然嘛是算讲好爷啦，啊不过这个少年的哦袂晓摆，做人真实在，真可取，所以我赞成碰粉的甲伊交往。你办啥款呢？哎呀，怎么样，院长你较想遐英明啦，我足感动的呢。董事长。问题是哦，碰粉的一定唔肯接受阿忠啊！你唔着爱想办法先叫碰粉的接受阿忠，安尼唔才会用的。恭喜嘛，恭喜啊！
啊，你看看不是金番鬼，啊，佮我讲你言语不雅，二夫诶，啊，佮讲要甲我去啥物更级的牌坊，互关起家人拢知影。啊，是你妈要叫我嫁给迄个阿公啊？啊，之前我两阵子阿公是先破少年配他啦，啊，不过我这边就确定啊，这个破少年哦，佫袂歹，有担当啦。所以我决定要和恁两人交往，希望恁两个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胖妹，你有听到无？像董事长哦，伊遐尼固执、遐尼死人性的哦，伊就会改变。所以讲，你嘛要改变你的心态。你听安尼讲话，你真欢喜着嘿？公社大家啊，遐个伊遐关心我啦。啊，唔过哦，去遐家己哦，爱情中考虑啊。戆哦，我考虑了吼，就另去啊啦。你若这个时阵无接受阿庄哦，万不利哦，那去别个查某囡仔出去哦，你就弄死啦啦。碰碰伊啊，食紧的拢破碗。你嘛都爱互碰碰的一段时间，小考虑一下。我是听讲哦，因两个人这段姻缘有一个大石头冻掉的。咱若想要爱有好结果，都爱想办法先从这个石头给搬走。放心，交代我着，我会叫阿忠明之后来遮，我当面甲伊吵，我来甲吵好势。董事长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咱是毋是爱去找一个有头有面的人出来吵啦？因为我知影你以前咧吵代志，当然喊你成功啊啦。这无用代志，你做你无用啊！我失败啦！我啦，我失败啦！快点，快点！失败啦！比比五点赢你啊吼，总共赢你七十条哦，拼，我后二十条。失败啦！十点啦，安怎？死一个啊！啊，六点，七点啊，六点，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总共九十条。哎，你啥？借问你吼，你即摆是咧甲我顾海钓场，还是咧顾烟香摊？我两大拢顾啊，这叫一减二顾，无哪减四顾。我规个海钓场啊，这么侪工拢钓无鱼啊，啊，无人起来咧捧场，你拢袂烦恼了？你大当我是咧烦恼啥个啦？啊，钓无鱼啊，是你的代志啊。啊，搁再讲哦，我嘛是逐工咧上下班啊。有咧照时间上下班是无唔对啦。准讲我这海钓场若无人去哦，你嘛爱甲我顾较闲嘞，你干会晓顾这烟枪兵？你啥？那你烟枪兵嘛真苦心的呢，哎，无人客，人伊嘛在遮在卖啊，啊，你毋是常在遐教，我咱做人哦，有爱有只爱心，啊，我会照顾伊，啊，我若毋甲照顾，啥物人要来照顾？你干来烦恼这个烟枪兵啊？啊，你拢无咧烦恼我啊？啊，你也着烦恼，你也有餐园，也有往来园，也有奶子园的。好啦，六木人吼，海钓场我甲顾安啦，我要出来坐哈，啊，你要倒？我要来找鱼温啊！直接来个鱼温啊，头家剥剥看一挂鱼啊，摊转来才有人去钓无？好，你等等等等等，要去跟人讲代志哦。吃一只烟肠，安尼较有力，讲代志较成功。你这句是该捞的，还是该听的啊？歹势，输我九十秒，九十秒。你啦，跟我成功啊！别啊别啊别啊，来过来过来。九十条，我做一摆中后，各位，失败啦，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，九十条无来啊！李生，我对不起。